流动的水哇，任何风找不到东西，任何案件的推理都取决于心。今天的案件是一三句。从当年自清大物理系毕业以来，也已经过了20年有余了。我们的大董事长刘学倩感慨着大家当年的大学情怀，决定办一场同学会。相当的好啊，各位。这是活动的召集人。哦。不是，我一点都不着急，想换慢慢讲。我们是大企业家。每次我出国开会的时候，做生意的时候，外国朋友看到 Diamond on the Ring 都会问我，到底要怎么赚才能赚得跟我一样多。告诉你，这么爱赚，你去那个国标那个芭蕾啊，真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知道一个道理啊，就是钱财啊，这是暂时的，只有友情才是永远的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好久不见啊！瞧你这模样，听说你最近在太平洋哎买个小岛是吧？啊，瞧你这屋子啊，金碧辉煌啊！哎，你好好讲话好不好？别急啦！哎，那个啊，我那个实验室啊，跟你比起来简直是像个狗屋子。哎，你一出来就狗模狗样啊！哎，对了，你现在是大学教授。哎，对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大学教授，哎，这个过得还好吗？
领唇。是啊。哦。现在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了，你终于是成为一瓶化学药剂了。我说你中文终于成为一位精神科医师了。啊、是哇。哇。什么？就被中。纯白的色调，还有护士教这样天使般的脸孔被吸引到了。当然了，其实我们医者父母心啊，我们主要是因为那病童天真的脸庞太过幼小无助，所以我们就想说，来把这些病童给治好啊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牵着这些病童的小手，还有护士小姐的手，一起走向希望。护士小姐的手，这个你也敢讲？牵手，牵手，哎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、哦。你知道什么？你呀、啊，吴兆明哦。哎哎哎，好了好了，大家这么久没见了啊、哦，不要一见面就互呛嘛，是不是？休息啊，去旁边休息，慢慢聊啊。真的太好了啊。哦、oh, oh, ，easy。哇。哇。哇。场面很大。大什么大？我住那个垃圾场，那才叫大。就说你连垃圾都不如。垃圾还有垃圾车接送，哪像你什么都没有。对了，这里这么大，正好可以打棒球。想当初我可是职棒明星的，哪像你这个毕业后从没找到工作的杂碎。看什么看？杂碎就是你，给我拿着棒子上打击区。棒子？哪来的棒子啊？你嘴上掉那根不就是棒子吗？快点，这是烟，什么棒子？你喝醉了吗你？靠外打醒，不要动手动脚的好吧？你说啥？你说你这么有钱，看我们这么辛苦，也不会分一点钱给我们。说你是杂碎，你不信，整天只想着要钱。想当初我打出一支安打，你知道主投给我多少吗？再到底要怎么用？现在不跟我一样，半毛钱都没有了。哈哈，就算没钱，你知道主头当时为了拉拢我，给了我什么招待吗？那天晚上练习挥棒，练得我好累。哈哈哈哈哈！挥棒。哈哈哈哈哈！好累。哈哈哈哈哈！大家好，大家好啊，大家好啊。哦哦。我现在双击在跳啊。哈哈哈哈哈！我动作突然，民进动作奇葩，对不对？有。恁有第三个选择，就是我。台湾之主阿婷，一号拜托。接下来马上就要选总统的郭立伟啊！阿婷啊，我跟你讲啦，你班这同学我今仔做欢喜啦。我班这同学吼，除了你第一话吼，其他拢五山小路哟。新手嘴啊笨手，我就卖讲啦。现在上面教授，大家上课，然后比这姿势。我这样当然是开卡车的哦，卡车的拖拉机嘛，就大台。啊，我坐起哩，我脚踏无啥会着油门啊，开啊带咁大。笑我啊！哦，你做无了解哦，这里政治界叫做幽默啦。幽默的幽默感呐，真歹呢。真地你有变安尼哦。规天咧嘴炮，我受不了啦！你讲台语无好，莫伫遐靠背。你再甲我上假笑，你来下车，唔知弄死过我。敢先甲我笑啊？丢落去你啊！我跟你讲啦，你陪阮调总统的啦。所以吼，你做我的金主吼，保证你赚钱赚啊爽，讲讲老的老。哇，当然，立伟果然伶牙俐齿哦，很不要脸啊！我是不会答应的。哎呦，我的娘啊！来，你旁边休息啊，哎呀，相当的好，各位。大家看到，我们清大物理系毕业的学生非常有才华，其中两位当时物理不好好读，竟然成为周杰伦的御用舞者啊！晚上他们将为我们带来。很好的演出，慢慢期待啊，慢慢期待。